等着急了，咋回事啊？啊，你这狼马上到了啊！姑娘照没照？等会儿啊！不是，那个在超市门口啊？不是，是你姑娘照没照？行。不是，我说你能别说话行不啊？跟你叔打电话，我都听不清了。那个大脚超市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嗯，你别知道，姑娘照没照啊？我说你能不能别说话，行不行啊？是啊，是聊情况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还呀？姑娘照不照？姑娘，上次高帮相亲，不就因为你口条不好黄的吗？是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？那是因为我看不上他。什么玩意儿？因为口条黄的？我就说啥呢？就你这口条，我这一说话呢。暴露你智商，你知道不？什么玩意儿？说话怎么还能暴露痔疮了？还有啥意思？怎么伤？你别伤疮，伤疮，你姑娘了。我说你能控制点了不是啊？不是，姐姑娘着急，不是，你先用那手把你的舌头捋直了，行不啊？多脏啊！什么玩意儿捋直啊？舌头不直溜，知道不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就我舌头不直，哪不直溜？去向向前歌，白毛浮绿呗，红掌拨了拨，哪不直溜？什么哪不直？你告诉我哪不直？你能告诉我哪句话直的吗？啊？那你耳朵不好使，别老说我干啥呀？坐干啥？行了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行了，不是，别整没有用的了，一会儿白着你抄电话，这一会儿抄电话，一会儿就搁这车上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整那没有用的。姑娘来没来？来就去，不来就不去。别整那没有用。你先别着急，行不行？什么玩意儿？不着急啊？不是，你是干啥鸡呢？我就是给你介绍对象，你着什么急？你说你那不耐烦量，你干啥呀？你这干啥呀？咱俩谁不耐烦了是？那又激动了，又激动了。你外号大鸡呢啊？怎么别给我俩惊了让人笑话，这我这干啥呀？这爷俩不去了，别这整站着看，是跟谁喊着？不去了，你是我爹的事，都给吵了。行了，真的啊！你说你不找我咋找啊？你说是不是？你找你的，我找我，分不清重呗？那孩子，这怎么整？咱俩不组合吗？还分啥头啊？啥玩意儿？又分啥头啊？行了，都赔道歉。你看我还跟你赔礼道歉。你刚才把我心情整不爽了，你知道吗？赔礼道歉。你这情绪上不来，怎么相亲呢？我错了，行吗？大声赔礼道歉。我错了，爹。别行了。赶紧的事，干啥呀？整了一张连姑娘马上来了啊！这事不利着吗？姐，等，你把那驴牌整好好的。你光说我舌头，那是驴牌啊，那是 LV。那我就会那拼的乐于驴啊。行了，那啥，哎呀，得了，别磨叽了，那裤带哎，把你的爱马仕露出来，貂啥的，哎，脏不脏啊？什么玩意儿爱马仕啊？是，哎呀妈呀！这不就掉漏了吗？咋整的？这呼呼满嘴漏风，你跟风力发电站似的，你说你？哎呀妈！跟你哎，谢谢。哎，干啥呀？哎哎，你把钱给我！我说你是好练的，你还怪狗呢？你这还这帅啊？嘿，带劲不？这帅啊！不是。我嘴里这金牙你用不啊？别来这话，啊咋的长贵啊？啊，那行了，那不来拉倒吧。那不来的话，那一会儿我上大讲那我自己看得了。那你也别来了啊。那行，好嘞。嗯，是，到哪儿走啊？姑娘今儿有事来不了了，你说这整的啥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姑娘说有事儿来不了了，没听清啊？啥事儿啊？你们这整的、啊？打扮就完事儿了，还这不来了呢？怎么还呀、啊？那谁没个事儿呢？下回再来呗，是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下回再来呀、啊？这多伤感情啊！这呀，你这伤啥感情？真的啊，
就你这事儿呢，就是今儿没着落了，正好你陪陪爹走一圈得了。你看你多没正形！不是你大脚婶不也独身的吗？正好谁？你大脚婶不也独身的吗？我发现你这人是不是看大腿就大脚的？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呀，你这啥大脚婶啊？这漂亮！你刚才说好的组合，这怎么又分出轻重了呢？这不是我不行，你不没完事吗？你这不有下一步吗？这不吗？你啥下一步啊？你给我整伤心了，你就我。我求你了，不行吗？不能去，你去吧，不能去。不是你这孩子，这心情啊，全让你整没了。这心情，回家酗酒吧，堕落。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已经把我整到自杀的份上了。不是，我说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是还自杀？你吓唬谁呢？是啊，吓唬你啊！啊，你以为我吓唬你呢？是不是？看着没？鼻翼、生命线划断，自杀。你这还有对自己那么残忍的事啊？残忍的在这儿呢，看着没？婚姻线划断，让你断后，哎，断后，哎，让你什么也找不着，哎，你去吧，拜拜，哎，你去吧，来，我就是你去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走，你把车开着，我哪回去你？哎，你给我站着，你回来。